的手脚是深海的新家抢救珊瑚庇护所，恭喜静电视。第七届华文勇士报道奖十五号下午举行颁奖典礼，静新闻团队在专业组短影片类以探讨珊瑚保育为题，在十九件入围作品当中脱颖而出。采访团队其实历经了三次的出海哦，而且呢，乃卷甚至是个人跟着研究团队一块深潜到一定的难度哦，其实这是蛮突破性的，这是需要长期的追踪，而且需要公司给经费和时间资源。专题报道希望用建设性解方或研究避免珊瑚受到海洋暖化冲击，从海洋保育到企业减碳竞争，静新闻同样斩获佳绩。影片长片类的首奖，我们恭喜真假 ESG 揭秘，你是真绿还是漂绿？恭喜静电视。专业组长影片类首奖同样由静新闻团队夺得，以时下最热门企业 ESG 为题，探讨企业拼永续发展真面目。优等奖作品《窗纱》为鸟类非自然死亡找解方，同样获得评审青睐。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难做，因为其实就揭开了这个绿能节能这件事情的假面纱。那你讲真的去鼓掌说人家做的多好多好，通常成功率很高，可你们做的相反的事情，就是谁在说谎。另外人气奖中，静新闻也包办两个奖项，而在专业组斩获双料首奖，也成为最大赢家。静新闻综合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